口干、口腔感染，譬如念珠菌感染，还有单纯性的疱疹病毒。那口腔也常常有发炎的情形，像口腔黏膜发红、发炎、溃疡，还有舌苔厚、味觉改变、口腔异味。口腔清洁最主要目的就是清洁舒适，预防感染。口腔清洁方法有四种：擦拭法、冲洗法、刷牙法、排漱法。口腔手术后的病人使用海绵洁牙棒、擦拭法跟漱口水、排漱法。